菠萝分享，那菠萝。刚才就录了好了，搁这块哈，外边时候。录咱干啥呀？装外面了，何大叔。原来不是搁装这儿了，还搁这盯着眼呢。何大叔不好看。这灯搁外边太亮了，贼亮贼亮的。就要亮堂，吃饭得得劲。不是刺眼睛。安到这儿来了。这个东西挪挪。不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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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底下东西就挪掉了。现在的东西你看多好啊，可方便。一下就开了。好了。感应的。嗯。你看。看这就不亮了，这样温度也可以。还可以按它一直这样亮。这就关了。完了这就开了。这是最亮的。啊，一人走才不亮，你看这玩意儿。看，这伸手就亮。回来了，给你买，上俩后厨给他买菜去。让它放着行，不用在这儿待会儿戏。过来，哎呦，儿子买菜回来了。买完了，微信车了啊。我装点东西给我看看。哎，你们那你拿回去，完了我那你就搁车里头，我空两天再拿去。有些冷冻东西你们得赶紧放下来。搁那待会儿我整，你别管了，不用整了，你放着就行了。给你个披萨，这些东西得赶紧冷冻起来。我整我整，你不用管了，现在外面都零下。快进屋冷啊。你不穿棉袄呢？那外头都是零下，你不用管了，你把你东西装上行。零下那不更冷吗？零下，零下是。我把披萨拿东西烤上。400块钱的这是啊？320这个菜价。啊，行，连肉什么的，半拉月够了。买这些东西才320。对。又买一盒电磁波，那些电磁又买一盒啊？我得用，你用我这有啊？我不知道你有啊，这个我拿走的。你把我烤鸡拿走。你拿吧，水果吃不了那些，咱现在买。你忘了吃不了甜水果。烤鸡你拿回去。我意思，烤鸡不用，你就给我整点那个，都挺好吃。不是我，行，我夹出几块。今天一天暖和天，现在白天是-2度，晚上。Costco人不多，你进去就直接进去。Costco 啊。拿2块橙汁回去，拿剩下2块你们留着。香蕉买了吗你啊？买了。没有绿香蕉，全是黄的。这西红柿卖的挺好，嗯，这东西都挺好。我拿2根黄瓜回去，嗯，都拿回去吧。一共有6根。那你都拿回去，都拿回去。你们要黄瓜呀？鸡肉啊，你也拿点回去。不用，那些都不用。橘子都多。我买2根。你看，Costco这牛肉多好。牛肉馅儿，这是你拿屋去吧，快点，你拿屋去，你这身出来了，你看外头不冷，行，哇，不冷也不行啊，这冻着呢。苹果啥的啊，妈啊，没事，你就把你东西拿走得了。打到这那什么月末啊，我知道。这是3根。地瓜挺好，一会儿我烤披萨，烤点地瓜。后门关着呗，把那公园往后倒一倒，倒倒你不用管了。汽油拿出来吧，不用拿，待会我拿，你不用整。后门关上，往后倒一倒。这肉馅儿，你看。啊，这个猪肉馅儿，刚才那坨是牛肉馅儿。这玩意儿不能冻啊，咱连冻着。你先放冰箱里头，我到时候把它分成一小袋一小袋的。你的笔。啊，告诉吧。走吧，来来来，披萨，小披萨，6个是吧？12个，12个，六这个，六这个，对，小的都是，一个一个的，锡箔纸的东西，一样6个。这是啥饭，何枣？啊，哎、
我这不是儿子刚才上 Costco 吗？他买的披萨，他买的小披萨。那什么饺啊？烤啊？这是 cheese 馅饺子，我少烤几个试试，不一定爱吃。就我们四个人，两个孩子，两个女孩。这是什么地瓜、啊？这是地瓜，地瓜这是我最爱吃的，这烤多少我都剩不下。完了中午吃这个，还有一只烤鸡。就是国内的烧鸡。一会儿有那个沙拉，蔬菜沙拉，我再拌点生的蔬菜沙拉。中午就吃这个了，这是纯是没有油的，一点油都没有。大伙儿老是这样吃的油腻太大，就是有儿童有孩子。烤多长时间？大伙儿看看。这个披萨告诉烤15分钟。烤20分钟吧。不行，烤多少不行。搁这儿。这是什么呀？18分钟吧，因为还有地瓜呢。18分钟。烤箱吧，省事儿，没有油烟，不用炒，不用这弄啥的，烤上了完，这边你该干啥还能干啥。昨天搁这烧鸡。哎我的，他怎么买这只？我瞅着比平时小呢。没有那四爪子，那妈呀！有。799 ，Costco 这个烧鸡是多少年了？799，但那里加费。最开始我们来的时候是699，好像这么多年就涨1块钱。哦，叫了是吗？嗯，叫。我觉得这肉啊，死油瓜子更不好吃，丝丝落落那碎渣有点滋味能进去。没熟啊？没熟，再烤会儿，再烤5分钟。哦，熟了。没熟。饺子也没熟。咬一口吧。这个馅儿的。什么馅儿？起司啥的，起司和那种米也不知道什么东西。熟了。披萨也熟了，就是长大了吃饭吗？一家4个罐头，你看他就爱吃一样的，他哪样不爱吃，别的就剩了。这给猫整啥可来劲儿了？外边的酸奶拿进搁冰箱吧。这喝了他，你这今天儿子给买了点菜，我们俩也没去，买的苹果、气色、橘子、西红柿、黄瓜、牛油果、饮料什么的，这牛角包。但是这家大的三文鱼挺便宜，你看这个鱼三文鱼，这是27.8块，相当于1公斤了，就可以生吃这个东西。这是猪肉，这是多少的？15.9块这一包大包，你看这猪肉，在 Costco 买的，这酸奶、香蕉、鸡蛋、土豆都给我们俩买了好多东西，我们俩这半个月就不用再出门了。刚才放冰箱了，因为今天放这屋了，这屋没有松鼠进来，所以说搁这屋就没事儿。没搞的球，会有松鼠菌就给吃了。